可以，你在吃什么？一个花瓜的东西。一个粽子冰，对不对？哦，妹妹，妹妹也有一个，可是妹妹只能看，妹妹已经看到想流口水了，好想吃哦，对不对？哎，姐姐，是什么口味的啊？这个就是芒果的。芒果的哦，妹妹，妹妹说我只能吃外面，好想吃哦，好想吃你可以把它捏再碎一点，然后就可以吃了。是哦，妹妹，你想吃对不对？好想吃，看姐姐吃，好好吃哦，对不对？你快要可以吃了啦，长大一点，OK？你们跟镜头说拜拜好不好？说拜拜，镜头。拜镜头，妹妹说拜镜头，拜。